我是依涵，我今天又来送外卖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不就是送个外卖吗？老板看我送外卖送太快，别的外卖员都没有订单，就让我改成一家一家送。哇，没事，这地带我可熟了，不就是一家一家送吗？我送就是了嘛。哎，等等，先看一下清单，一共有10位小伙伴点了订单，其他外卖员只能够送10次。我小一涵送外卖这些年，早就清楚谁家是哪家了。Go go go！ 前面右拐，先来酸奶店，送给叮叮当。叮叮当怎么给吃奥利奥酸奶了？一定是和一涵一样在减肥。前面路口第一家呢，就是叮叮当了。叮叮当，我来给你送外卖了，你的外卖已送达。嘿嘿，哇塞，这叮叮当看我送外卖太累，还给我送了果汁。走路。第二家呢是兔美美和柳仙儿，我记得他们两个是一家的。哦对，呵呵，这样我就可以一次送两份外卖了。老板，我又来领外卖了，给我兔美美的订单，还要去饮料店拿柳仙儿家的。前面拐角，肯德基对面，嘿嘿，让我找到了。老板，给我柳仙儿的饮料。哎，这前面要拐弯，第一条街道才是他们家。出了这个路口，看到提示牌没？嘿，到了到了。哎，他们不是一家的。惨了惨了，取出外卖了。那您要的饮料？我的饮料呢？怎么没有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记错了。先你一分钟内到，不然我就给你差评了。我马上给你拿，你不用给我差评啊。还是先把兔美美的酸奶给送了吧，记得要给我好评哦。我先走了，赶紧回到饮料店。你怎么忘记拿罗拉的饮料了？退单了，扣钱扣钱。啊，对不起，我马上送，用超时了，老板再见。可算知道罗拉家了，刚好一分钟，您的可乐已送达，记得给5星好评哦。哼，你这么有诚意，就给你5星好评吧。赶紧送下一家，都怪老板什么破规定啊，用一家一家送。下一家我肯定没记错，安妮和安琪拉是一家的，一个喜欢吃麦包，一个喜欢吃肯德基的汉堡包。呼，看得我都饿了，我中午都还没有吃午饭呢。安妮和安琪拉的家就在第3个路口，到了，您的外卖，祝您用餐愉快。谢谢你们，还送了我瓶解暑汁，欢迎再次品尝。我先走啦，接下来呢是恶魔和迷苏苏的，都喜欢吃汉堡，这样就能够一次性送2个人了。他们家我知道，就在肯德基的对面，就是这里了。喜欢住在小木屋里。好嘞，客官久等啦，你们要的汉堡。不错不错，速度很快很快，值得奖励。谢谢老板。最后一位啦，琉璃酱呢喜欢吃麦当劳。好嘞，麦当劳爷爷，客人点的外卖。都打包给我了，谢谢谢谢。原来这条街都喜欢吃汉堡。琉璃酱我来了，外卖已送达，又送了我牛奶啊，谢谢好心的琉璃酱。奇怪了，怎么只有9颗星星啊？哎，对哦，还少了辛迪的，我怎么给忘记了呢？赶紧拿饮料。辛迪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没事没事，外卖员都很辛苦的。好啦，我小一涵花了10分钟把所有的快餐都送完毕了，找老板。